你好，我是荣安，欢迎来到本次的冥想练习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平心静气。平心静气是一种让心灵平静、情绪稳定的方法，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一片安宁的港湾。当外界纷繁复杂的事物不断涌入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来保持内在的平静与清明。首先，请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确保你不会被打扰。你可以选择盘腿坐在地上，或者坐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于地面，让你的背部挺直，但不要僵硬。双手轻轻放在膝盖或大腿上。现在，慢慢闭上双眼，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。深深的吸气，慢慢感受空气进入鼻腔，逐渐充满你的胸腔和腹腔，然后缓缓地呼出，将所有的紧张和压力通过呼气排出体外。继续进行几次深长呼吸，每一次的呼吸都让你更加的放松，更加专注于此刻的感受。现在，让你的呼吸逐渐变得自然轻松，请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的节奏上，感受每一次吸气时，空气进入你的身体，带来新鲜的能量；每一次呼气时，空气带走你体内的杂念和焦虑。你不需要去改变呼吸的方式，只需观察它的自然流动。随着呼吸的平稳，想象自己正走在一片宁静的湖边，湖水平静如镜，反射着蓝天和白云。微风轻拂，湖面泛起层层涟漪。你的内心仿佛也像这片湖水一般，逐渐归于平静。无论外界如何嘈杂，这片湖泊始终保持宁静和安详。现在，慢慢地将注意力转向你的内心，问问自己，此刻我的心情如何？我的内心是否有任何波动、焦虑或是烦躁？这些感觉
是如何表现出来的。他们可能是紧张的感觉，或是内心的烦躁，甚至是身体的某些不适感。请不要去评判这些情绪和感受，只需带着一种好奇和接纳的心态去观察它们的存在。就像你站在湖边，观察湖面上的波纹，你不需要去阻止或改变它们，只需观察，感受它们如何自然浮现、存在，然后慢慢的消散。随着你的观察，你可能会发现，那些情绪和感受就像湖面上的涟漪，虽然一时之间非常明显，但终将归于平静。你的任务只是一个观察者，让这些情绪自由来去。现在，请想象每一次呼吸都是将你内心的波动轻轻抚平的机会。每一次吸气，你都在吸入新的能量和平静；每一次呼气，你都在释放压力和紧张。想象每一次呼气时，所有的情绪、担忧和不安都随着呼气飘散开来。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去放下它们，只需让呼吸自然地带走一切。继续呼吸，保持这种节奏，同时默默地在心中重复一个词：平静。每一次呼吸时，在心中默念平静，这个词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湖中，荡漾出一圈圈的涟漪。感受这股波动慢慢扩展到你的全身，每一个细胞都被这种平静的力量所滋养。随着这个词的重复，你的内心开始感受到更多的平静和安宁。你的思绪可能会漂移，但这没有关系。每当你注意到自己的思绪漂移，温柔地将注意力重新带回到呼吸和平静这个词上。现在，你的身体已经进入了深度的放松状态。继续保持平稳的呼吸，感受内心深处的那片宁静。
这种宁静就像大海深处，虽然海面上可能会有波浪，但在深海之下，一切都是静谧而安详的。请记住，这种内在的平静始终存在，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，它是你内在的一个源泉，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触及到的宁静之地。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压力，这种平静都可以成为你内在的支撑和力量。当你准备好，开始慢慢地将注意力从冥想状态中带回到身体，感受双脚碰触地面的温度和触感，开始活动你的手指、脚趾，唤醒身体的每一个部分。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缓缓呼出。如果有需要，也去活动一下肩膀和脖子，再慢慢睁开双眼。在这次冥想结束时，请带着这种平静和安宁走向你的日常生活。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变化，你都有能力在内心找到那个宁静的中心。记得，每一次呼吸都是重新平衡自己，重新连接内心平静的机会。愿平静与安宁常伴你左右。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关注收藏或转发给有需要的亲人或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 Namaste。